表姐刚当老师时写的字。于是他决定练习实用行书。刚开始练字有一点手抖，放稳心态坚持几天后手终于稳了，然后尝试一些不同的线条，打好基础很关键。练完控笔再练笔画偏旁，跟着字帖的界些来练习，现在写字越来越好了，常用的三千字也一个个突破。练字其实不难，坚持下去总能看到变化。